不知是什么节日，为什么要放这么多水果？有火龙果，可能这个好像是灯笼吧？这是什么节放灯笼？中秋节。中秋节的，我们都哦，因为我们很久没来了哈。这是千湖，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他现在把地上的那些缸都推到旁边，变成玻璃，变得比较整齐，整齐多了哈。都是弄到那个缸都是统一的哈，都换了新的缸，然后地板也弄得比较干净。爸爸养一只这个，哇，这样子看过去很壮观啊。但好像肿的。哎呀，好可爱啊，很像玩具鱼。乌龙鱼是吗？金鱼，一只4块钱。我还蛮想养虾子，感觉很现代化。这是我们的呆瓜鱼，我们的呆瓜鱼全部都过世了。造景哦，漂亮！就是树就从土里长出来，然后很绿，很 soothing 这样子，看了很 soothing， 眼睛很舒服。因为这真的是土来的，真的，怎么很棒啊？你看，好像在院子里面这样，感觉很好哎。然后上面又有这个浮萍，哇，感觉很老树这样，溪畔老树。上面有虾子，这是什么石头啊？这是木头来的。这是木头啊？这个不是石头啊？他把木头上面涂了颜色是吗？这是黑色的，挺漂亮的。长得好特别哦，长得好卡通哦，像卡通的鱼。不用再养什么草了哈、哦，就本身是彩色的石头配彩色的鱼就很漂亮。好久没有来玩 Ocean 了，我们没有办法坐里面，因为里面都坐满了，我们就坐外面。石斛奶白，赶快来吃，等了好久，等了20分钟吧。我们坐外面没有 service charge， 总共是12块。云端面，这里是 West Square 的。Tower One， 对，觉得设计的挺不错的。下面还有两个雕像。